發展商給優惠，冇有怕。自家兄弟為慶祝40,000訂閱，將於8月送出多重大擊賞。詳情請聯絡我哋嘅銷售人員啦。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可以现在订阅埋，按埋隔离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自家兄弟频道，我系阿汤。大家最近有留意我哋呢条频道咧，都知道我哋咧过到去肇庆呢一边回访咗好几个项目噶啦。咁今次呢一个咧，亦都系大品牌嘅发展商，就系招商喺肇庆呢一边嘅伊云水岸啊。嗱，今次我哋再次到访，除咗了解翻楼盘嘅最新情况之外，我哋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咧之前冇得上到去现楼睇嘅一啲单位嘅。部分咧仲系有一线嘅江景景致添啊。而呢一类嘅景观，亦都可以话系成个招商伊云水岸里边最大嘅卖点嚟嘅。嗱，景观咧就绝对系无敌噶啦。不过咧，夕阳无限美，只是近黄昏。嗱，呢句说话形容喺呢个盘咧，都系绝对啱用嘅。因为目前嚟讲呢一个项目咧，其实已经系卖到尾声嘅阶段，佢啲靓景咧就剩翻喺呢一个13、14、15栋嗰度，只系剩翻少量嘅啫。你预翻可能得翻数十套，亦都未必咧套套系可以望到呢一个咁靓嘅光景嘅。嗱，现时呢一个项目咧，大概个单价就7,800-9,500左右。咁坦白讲，喺成个肇庆新区里边咧，讲唔上话系好平噶啦。咁但系你要计算埋佢一个咁靓嘅景观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一个项目现时咧已经系稳咗交行可以做呢个按揭嘅。最长年纪最大是可以供到去80岁啊！咁呢一样嘢咧，都系我哋最近先听到话可以已经放宽到供款去到80岁嘅。咁而家我哋睇完呢个航拍画面之后，马上咧就跟 Jerry 入去睇一睇现时呢一个卖到尾声嘅招商伊云水岸最新嘅情况，在售嘅项目到底系点样？跟住咧，我哋就去上实体楼嗰度睇无坯嘅示范单位啊！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在单位里面实际地望出去到底个景有几靓，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了。Hello， 大家好，今天的镜头我们到回了这个肇庆的鼎湖新区这边，看一看招商伊云水岸楼盘项目目前卖的价钱是怎样的。我们进入销售中心看一看。系啊，小敏啊，嗱咁依家翻嚟招商伊云水岸呢边啦，咁啊想了解翻下咧，其实目前个销售情况点样咧？系我哋而家目前嘅话咧，都系处于一个收官之作噶啦，清紧嘅话咧系我哋嘅一个13、14、15座嘅，咁前面呢度嘅话咧就系都系我哋嘅93到123方，3房到4房咯，货量就唔系好多啦，剩翻几十套左右啦。其他座数咧？其他座數的話基本上就冇噶啦，剩翻咧就係11座和10座之間有個2樓啦，其他一套都冇曬啦。哇，咁誇張！係一套都冇曬，12座都冇啦，剩翻板房，剩翻板房，剩翻一套板房，有兩套板房，一套板房已經賣咗啦，而家剩翻一個13樓嘅呢個大陽台嘅板房， okay， 其他都冇曬啦。OK。咁不如我哋回顧翻下嗰個面積户型分布啊，同埋有幾層高啊，咁樣啦，好嘛？14、15座啦，點樣？我哋整個樓盤咧，佢係位於嗰個濕地公園中心裏面啦。整個樓盤係以一個15棟嘅高層住宅，前面係3排嘅別墅嘅，16、17、18就係我哋嘅一個院子。咁我哋嘅話咧，前面第一排14、15座咧。同埋一座呢度咧係14層高嘅，中間深呢度2座、12座、13、11座，中間嗰排咧就18層高，後面3、4、5、6、8、9咧就33層高嘅。OK。咁整個户型咧，都係以
二加一户型到三加一户型为主咯，系我哋嘅一个两梯四户，全部都系。O K， 咁啊，十四十五点样分布？前面两个几大？十四十五座咧，我哋整个楼盘呢边咧，前面端头位咧，完全无遮挡呢边望出去嘅咧，都系我哋嘅九十四方。嗯。啊，三二加一个三房户型啦，主阳台系正向南嘅。O K。正向南。Okay.然后两侧咧就是我哋嘅四房，有我哋嘅一百一十方同埋我哋嘅一百二十四方嘅一个大阳台，嗯，啊，都是以一个自住为主嘅居多噶啦。O K O K， 嗯，呢个就十四十五座啦。系啊，全部冇披头嘅。价位度咧？价位嘅话咧，我哋系7800到9500之间嘅一个价位。O K， 啊，呢边嘅话咧，佢系全部已经系现楼发售噶啦。O K， 啊，全部现楼发售。十三座咧？十三座都是，十三座前面两个咧，同我哋十四十五座是一样的，有十三方户型，两侧咧就是一百二十三方的大阳台，同我哋十四十五座的单边是一样。啊啊，整体户型我哋成个楼盘咧就四个户型啫。O K。嗯。咁啊，目都价钱都差唔多啦，7800。价钱差唔多嘅，系啊，因为十三座呢边咧就独栋啦，十三座楼下就是我哋嘅一个正门口，而家出面嗰条路已经系整到七七八八噶啦。O K O K。咁再想請教翻下啦，咁我哋呢個交付時間啊，各方面咧又係點樣度咧？交付時間嘅話咧，整個樓盤一到十二座咧，已經包括咗我哋嘅別墅，已經係達到咗交付標準，已經係收咗樓噶啦，已經收咗樓，就係剩翻我哋嘅十三、十四、十五座，咁佢已經係攞咗我哋嘅驗售證嘅。另外嘅話咧，佢真正嗰個整體交付咧，係我哋嘅十月份就可以整體交付。今年十月。今年十月份，係啦。Okay. 基本上是十月之后就整个楼盘都是全部交已经交付完成的了。嗯，明白。现在入住率都 OK 的，这边装修入住。管理费的方面。管理费现在我们这边是2.6元的全包一方。2.6元。住宅是2.6元，包括了别墅都是2.6元一方的。OK,OK、okay, okay, okay. 嗯。好的。现在都没有直贷的方面的东西了。有。我们开了香港的一个交行直贷是可以去到80岁的。3.23成就 OK， 80岁系最长可以做到80岁。咁如果佢今年已经系60岁咧，咁已经60岁，即系最长只能够做20年。最好就系应该19年左右啦，就冇排到咁尽。但系咧都要视乎系客人嘅一个资质。啊唔系，我想问嘅就系、是、佢、最高可以做到80岁啦。咁最长贷款年限做几年？30年。系30年。哦，30年。嗯。咁即系就是、如果佢今年系。20岁或者30岁的话，他都是做到60岁的。是没错。80岁只是限于高龄人士。是高龄人士，因为其实基本上、香港回来这边的话都是以一些退休为主、比较多。还有就是首期方面，如果直贷的首期是30%。三成。嗯。即是做70%按揭。没错。哦 ,OK, 好，大致上都清楚了。车位方面现在有没有消息？哦，車位我哋而家已經係準備係收籌啦。我哋呢幾日收咗一個星期籌，裡面嘅話，裡面都係發售緊嘅啦。我哋係預計下星期就直接開籌。咩價錢啊？都係60000元左右一個。60000元有冇啲近期有冇咩車位優惠政策？因為依家好多樓盤啲又賣樓送車位啊，又或者係依家暫時咧就臨嗰個開賣期間咧都會冇噶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價位係算係整個新區最低。嗯。應該整個呢邊目前嘅市場係最低嘅車位，而家性價比最高。OK OK、嗯。咁你哋鋪位有冇發售？有啊，我哋而家鋪位嘅話咧，咁亦都係一啲未貨咯。其實鋪位嘅話，我哋係已經賣咗有一個月噶啦。啊、整體我處個鋪位處於我哋5、6、7、8、9樓下呢邊一邊嘅臨街商鋪。嗯。啊，呢邊嘅臨街商鋪，咁佢呢邊開波嗰時候咧，我哋已經賣都有一半。啊，另外我哋7座咧，重點嘅係可以做明火嘅，7座明火，但係要整體發售。我哋嘅5、6呢邊咧，啊呢邊嘅水位咧，可以有6字頭嘅驚喜價。面積段大概幾多？面積段咧係去到我哋嘅一個50幾方到120方都有。咁如果想要啲細節嘅話咧，你話20、30方基本上就我已經出售咗清咗噶啦，剩翻最細嘅咧有個44方嘅呢邊，44方呢度位置。咁其實呢一邊嘅位置就售樓部旁邊呢部一排咧都有大有細嘅，有啲70幾啦、40幾，包括咗90幾都有。咁其實整體嚟講，依家可以講話係用一個40000元可以買到一個50、60方嘅一個商鋪噶啦、比較低。同埋呢度有個大嗰個廣場可以用嘅，因為呢度個商鋪輻射咗周邊4個小區，康樂、康耀同埋以後日後呢邊隔離塊地都會起一個住宅嘅。OK。
咁就即係大致上都清楚。個商鋪個樓底，樓底有幾高？樓底有五米高啦。即係做兩層都冇問題。冇錯，咁佢都係與一個二樓噶啦。啊 ，OK。嗯。好嘅，咁大致上。嗯。嗱，除咗向外望嘅光景夠曬靚之外咧，招商依雲水岸另外一個比較大嘅賣點咧，就係個園林嘅部分嘅。其實早在我們去年到訪的時候呢，看到的畫面呢都看到園林呢已經是完工度很高了，就是說呢它非常重視那個展示面的。我們現在來到了15棟看一套呢就另一户型124平方，目前呢是在9樓的。 OK， 好，入過回來呢，穿過這個門之後呢，鏡頭的左邊呢才是我們廚房的位置啦。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咧，佢呢個廚房位嘅話咧，喺最裏面呢一個位啊，我哋有一個飄台嘅。咁咧，將來咧，我哋整一整呢一度啦，做成一個嗰啲灶台喺上面咁樣，呢度就等於呢個灶台咧係全樓數面積咁滯噶啦。做一個 L 型嘅，咁啊雪櫃位咧就設喺呢一度。OK， 然後咧再鏡頭右邊嘅話咧，我哋可以見到啊，呢個其實出邊咧係佈建咗做陽台嘅，呢度咧都可以將來咧變成我哋嘅陽改房啦。陽台改變做房間，我們去出去外面看一看。其實這裡整成房間之後，這個房間主要都是看我們小區的園林景。 OK， 好，再回到入來了。我們來到客飯廳的位置，客飯廳呢它是屬於南北對流的一個雙露台的設計的。最有趣的是呢，我們的廚房呢其實就是設置在我們這個客廳的後面的，咁啊，飯廳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咁啊煮嘢食嗰方面嘅時候咧，可以就喺廚房咧就搬到過嚟呢一度啦，嚇咁樣斜住嚟客。啊 ，OK， 我哋咧就先過嚟咧，我哋嘅飯廳嚟望一望啦。飯廳喺呢一個位咧做一張大圓台咧都係冇問題嘅，有一個六至八人嘅餐台。咁啊，再出翻翻嚟咧就我哋細生活露台啦，細生活露台咧對出嚟咧都係同我哋頭先嗰間洋改房咧同一個向頭啦。呢邊咧係屬於東北向嘅嚇，望翻到小區嘅園林視野。OK， 再出嚟，我哋咧再去主陽台感受一下。經過咗呢一個超闊嘅客廳之後咧，就嚟到我哋嘅一個主陽台。咁而喺主陽台咧，呢一邊係屬於西南嘅朝向。西南向方面咧，就我哋咧去望翻到呢個長梨湖嘅景觀，遠處嘅山景。OK。我哋見到陽台係超闊嘅嚇，咁佢係連埋咧隔離嗰一間其中一間房間嘅。我哋翻翻入嚟，再過嚟呢一個衞生間睇睇啦，公衞。經過咗公衞之後咧，我哋咧就再嚟啦。呢度咧仲有另外三間房間，先嚟睇睇鏡頭左邊呢間啦，就剛才有講到嘅陽台連客廳嘅嗰一間嚟嘅，就係我哋呢一間房可以。通過陽台呢一度咧，望到出邊嘅視野嘅。OK， 好，再去對面嗰間房睇睇。對面咧呢一間房間咧，我哋見到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飄台啦，全層數面積嘅飄台。咁將來咧，我哋可以用個榻榻米將佢冚埋一齊，咁啊大大咁增加翻我哋嘅一個使用嘅空間啦。而且呢一個窗口咧，整個玻璃面都非常之闊啦，佢。采光呢一面更加靓啦，我会睇翻到我哋小区园林景观嘅。好，最后就系我哋主人房，转个弯就嚟到我哋主人房里面啦。喺主人房咧，咁我哋喺呢个位啊，佢带套厕嘅，喺呢个位咧，呢度咧就预留咗位置咧，系俾我哋做一个呢边一个柜，呢边一个柜，两个柜嘅衣帽间。再在裏面就是剛才講到嗰個衞生間的廁所位啦。再出翻翻嚟咧，我哋都嚟主陽台呢個窗台裏邊咧，感受翻我哋嘅視野角度，可以睇到出邊呢一個長梨湖嘅河景。好啦，嗱，呢只咧就係我哋15座嘅901，咁佢嘅面積咧就係大單位嚟嘅，124.78平方啦。咁啊，自然嘅價錢咧，大概係108,300多元到嘅。
好啦，今集咧了解呢一个招商依云水岸最新情况，咁同埋知道佢价钱方面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其实咧，我哋仲有想去其他嘅示范单位度参观嘅，同埋园林方面，我哋咧嚟紧都会再喺呢个系列里边嘅影片咧，俾大家睇多少少。嗱，记得啦，呢个项目现时咧佢好特别，喺香港有交通银行做到直贷之余咧，如果你系已经接近退休嘅年纪人士。唔使担心，因为佢可以俾你供款到80岁嘅。今集嘅内容就嚟到呢度。若然你有咩意见要发表嘅，欢迎留言同大家讲讲。下条影片再见。志家兄弟呢条频道同团队一直以嚟都喺你大湾区置业嘅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贴心嘅服务。除此之外，我哋亦都会为你分析各个户型嘅优缺点、风险因素，无论系购买前嘅咨询同分析，以及购买后嘅回款签约，我哋都可以承诺全程跟进，以及将来嘅收楼及协助办理各项证件文件等等，确保俾到你最贴心嘅售后服务，成为你置业道路上嘅得力助手。如果任何嘅查询，都欢迎你可以电话先联络我哋。我哋承诺一定会尽快提供阁下所需嘅资料同埋解答你嘅疑问。我哋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寻得最理想嘅安乐窝，以至系投资物业。如果仲未订阅我哋志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